산책일까? 외국인 피눈물 쏟기 전에 나한테 모기사슬에서 인간을 빼앗는 2024全新悬疑韩剧《支配物种》Disney Plus 强势热播中，超精彩的悬疑剧情也被网友称作是2024绝不可错过的悬疑黑马剧。韩孝周在剧中化身高冷霸道女 CEO， 搭档超 man 的帅气保镖朱子勋。剧情讲述韩孝周研发出的培植肉颠覆了全世界的肉类市场，却也为自己带来了各种致命威胁。대표님사람죽이는네가왜만나옮겨시켰어옮겨而本来是军人的朱志勋，在一次恐怖攻击事件后，为了调查幕后真凶，来到韩孝周身边当起双面保镖。两人在剧中从彼此怀疑到无条件信任，也擦出了微妙的火花。살고싶긴하신건가요살려고하는거예요저도포기가안되는게있습니다올때까진하네요마지막으로쓸모있을기회를주시겠습니까朱志勋再一次重伤后被迫接受移植手术，醒来却发现自己突然有了超强怪力。그냥그순간갑자기还有超灵敏的千里耳。그런데소음제거를안거면냉장고소리가탱크지나가는것처럼됐어요문만열고닫아도화약터지는것같은데变身最强终极保镖。而朱志勋在找寻幕后真凶的同时，却也意外发现了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韩孝周还能培植人工器官。어떤내몸속에넣었어요사람전기네안녕하십니까 PF 그룹윤자영입니다 PF 는그동안극비로진행해온프로젝트가있습니다인간장기의배양입니다제가먼저제안의오장육부를 PF 의배양장기로바꾼것이며야윤자영너진짜죽고싶어서환장한거냐어巨大的利益引来各方抢夺，幕后主使究竟是谁？地下研究所藏的秘密又会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威胁？범인알아냈어교수님만이아니었어그놈한테세뇌당한세상이퍼졌으면하는것처럼曲折离奇的悬疑剧情引发网友热烈讨论이모든것의끝에누가서있는지스파를잡았으면신고를해경찰이불러이씨지구반대편이든땅속이든내사람을죽인널반드시찍어낼거야네마음대로절대안돼이런실수를내말안듣던사람은结局让大家猜也猜不透。 Disney Plus 全集已上架，一口气追好追满，让你越看越上瘾，好看到停不下来。